Wang Jinrei, a relentless merchant. Jinpachi, his childhood friend, once told Wang, "To preserve peace, I must put an end to the Mishima bloodline." These were Jinpachi's last words to him. Years after Wang heard of Jinpachi's death, h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the King of Iron Fist Tournament 5. "I need your help. Come see me, Jinrei." The letter was signed Jinpachi Mishima. A confused Jinrei says, "What? Jinpachi is alive?" Wang enters the tournament to see if his long-lost friend still lives. いくよー！って、おじいちゃん、なんで日本に？おお、小雨呀，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啊，先不跟你说太多了。そんな、私だって理由がある。私だって優勝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の。快回去吧！ 没时间给你解释。我即将都发财！哎，爷爷也不想这样，可是这场比试的后果的严重性是你不能想象的。爷爷知道。哎，虽然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还是快点回去吧，小子，我还得处理自己的麻烦事儿。切，这年头的年轻人真不懂礼数。来吧。哟，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什么话说？哦。 原来你也知道羞耻啊，小伙子，你的修行还不够呢。趁年轻，多加油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竟然能够从那场大爆炸中活着出来！ 万金，この大会は金八が開いた。そうじゃな。大概是吧。我也不是很确定。やつの息の根はわしが止める。あの時と同じく。那可没那么容易。同样的伎俩，已经不管用了。万金的，なぜそれほど？真正的强者。 靠的不光是蛮力，如果不懂这一点，你是永远打不倒我的。啊？又有不好的预感了？难道我注定又得向老友出手了吗？ 这副奇怪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龙，我を殺せ！要我对老朋友连下两次手，我实在办不到啊！我是用希望，ほとんどない。好きにさせてはならぬ。 人类に明日は来ない。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了吗？金八七，你不要紧吧？すまない。
お主にはまた迷惑をかけてしまった。说什么傻话？我们不是生死之交吗？金八旗。今一度杯を踏み交わしたかったが、残念ながら迎えが来たようだ。親友よ、さらばだ。嬉しかったぞ。金八旗。金八旗。西马家果真是被诅咒的一族吗？金八旗，看来我好像还不能跟你一起走啊。